你看它这个，它这个是放大了嘛，画面肯定会加大一点。嗯。它这个主要是为了衬托这个花瓣，其实没啥。这个里面，这条缝没画出来。这个花就比较雅，这种小花，它不是那种，它不熟。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点糊。可能比那这个牡丹花看多了会要熟悉，偶尔看一下这种花还是可以的。你不要去，你怎么来捡我那个花呢？我好不容易养的这个，你要捡上面一点，下面不能捡的。这个不能乱捡，我这个养花不容易。是啊，它是蔷薇。这不是蔷薇，这是月季。这是那个叫什么？这月季花。月季。你这个就是。搜索一下蔷薇和月季的区别。捡了 IP 的。你这个事情做的，不是捡花不能这样捡。就是这一朵花，这一枝全部废掉了，它这还要发的。放到那个水里面可以养两天。那个也水，这个水。你认真看，你不要去管这个事。这个我们这里没有蔷薇，蔷薇我早就摘了，对吧？有蔷薇还等到现在。蔷薇要春天。它现在没有。那可货，这个是它有货。这花也谢掉了。嗯，我决定。嗯，拆下来。他有一点了，吃辣的。你这朵花插在我那个盆景上，那是不伦不类啊！你插在玻璃盆里面插。我的手小了，我的手。那这个勾一下，这个边，嗯。其实这个边我是觉得没必要勾的，但他这个是要勾。按照我要画的话，我就不勾。这个线一定勾的挺。